2018世界杯意外无缘本届世界杯的四支球队，少了他们很遗憾。2018世界杯意外无缘本届世界杯的四支球队，少了他们很遗憾。美国队无缘2018俄罗斯世界杯确实让我们很意外。本来美国队是有机会参加的，结果美国队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打的时候居然输了。所以说这一切都是美国队自己做的。2018世界杯意外无缘本届世界杯的四支球队，少了他们很遗憾。智利一直都是南美洲的强队，就连梅西都不愿意面对智利队。可是智利队在今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踢得超级烂，最后智利无缘2018俄罗斯世界杯。2018世界杯意外无缘本届世界杯的四支球队，少了他们很遗憾。意大利这支队伍是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。这不，意大利在世预赛上输给了没有一步的瑞典，那一刻身为意大利球迷的我们都哭了。2018世界杯意外无缘本届世界杯的四支球队，少了他们很遗憾。荷兰也是被没有一步的瑞典给打败。荷兰队一直是世界杯的特色球队，但是由于队内青黄不济，导致荷兰无缘2018世界杯。没有荷兰的世界杯注定不是最精彩的世界杯。欢迎各位小伙伴在下方留言。